新闻郑群芳。天天睡不着觉，我攒这点心血钱都交给你们了，一点影都没见着。我说现在啥情况？我说我现在没有顶，天天睡不着觉，心脏病都犯了，坐不住站不住，我天天在外头溜达。全屋定制付全款，交钱之后遇到坎儿，找不到人上锁闭店，现在这事儿应该咋办？晚上4:50到，刚子马上就开唠，新闻正前方开始直播。沈阳的李小娟今年67了，眼瞅着马上要过年了，李小娟说自个儿去年的闹心事儿拖到现在还没解决呢。哎呀，过年都过不安生啊，天天睡不着觉，我攒这点心血钱都交给你们了，一点影都没见着。我说现在啥情况？我说我现在没有底，天天睡不着觉，心脏病都犯了，坐不住站不住，我天天在外头溜达。我家有成品家具和那个全屋定制都有，然后现在货是什么都没有收到。我多少钱呢？总共是80500。我们现在就是担心打水漂了嘛，货也没有，钱也没有。李小娟说现在每天着急上火，天天都得四处奔波，就为心里有个着落，可是结果却不好说。就是买的房子嘛，买的房就听说他们家那个产品一层楼展示的挺多，就上他们家来了，上这来一看，他整个三层一层楼都是家具。他们的总叫姓徐，那时候我们来买货的时候他也接待我们非常客气，要不我们也不能在他订，就是招待的就是特别周到，就是说话特别热情。我们寻思他们这公司挺好，就在这订，在谁家都一样买。8月3号交的定金10000块钱，完了他约定我们是8月13号来交全款，后期我们又补了5000块钱。他说他跟闺女在位于沈阳市铁西区新浩大厦3层的一统国际家居订了货，可没成想却落了这么个结果。1月7、8号，他那设计师叫王月，他通知我们，给我姑娘发微信，说的他的公司有变化，然后通知我说可能他们管理层有变化，然后说你就过去看一眼。有变化我们就懵了，不知道是因为啥有变化呀，还是说的你公司黄了，还是怎么的？问他，他说不知道。不知道我们就马上就来了，来到公司进去，把他进去到3楼之后，门他那门就拉下来了，进也进不去，叫门也叫不开。母女俩说看到家居公司大门紧锁，他们赶紧把家居公司领导的电话来拨。这个电话是一个销售部的经理，刘光亮的电话，算是他们一个领导。他算是他们一个部门的领导，就是打电话现在都不接。他说家居公司部分设计师和销售人员倒是还能联系上，可却问不出一点儿有用的消息。这个一统国际家居啊，怎么回事啊？您知道吗？我不清楚，因为我来这工作的时间很短，都是被通知的。那你现在是什么状态呢？还是这个公司员工吗？我现在回家过年了。那你跟公司还是他的员工吗？不是，交了钱啥也没看见。定制家具的公司呢，大门紧锁，80000多块钱呢，就这么打水漂了。李小娟一家肯定是不能认啊！一统国际家居到底是咋回事？稍后咱们继续说啊。前天咱们是贴了福字，昨天我们还扫了尘土，那今天该干点啥呢？腊月26杀猪割年肉。哎，你看在城市里生活，恐怕相当一部分伙伴没那条件了，感受不到这种热热闹闹啊，一口大锅炖猪肉酸菜血肠的快乐了。但是割年肉这个绝对可以有。伙伴们今年过年的肉都买没买呢？炖酸菜的五花肉，包饺子的肉馅儿，锅包肉用的里脊，炒菜用的梅肉，还有炖西红柿的牛肉，炖萝卜的羊排，可乐的鸡翅，红烧的带鱼，这都准备好没啊？这怎么感觉随随便便就说出了一桌子的菜呢啊？有的伙伴说了，哎呀，我这性子急呀，都没等到今天，提前我都准备差不多了。要说非得差啥，恐怕就差那一把蒜毫了。
算好现在买，反正是早点啊。这是性子急，我看不像性子急，你这是嘴急可能啊。多亏这是你家呀，这要搁我家，恐怕我已经吃进去相当一部分了。嗯，其实腊月二十六杀猪割年肉，这是过去的说法。所谓的杀猪，就是杀自己家养的猪；所谓的割肉呢，是指没养猪的，家里没养猪的人得上大集上去买过年吃的肉，哎，割年肉。割年肉啊，还单独说出来，这个就是因为你看那个时候的农耕社会，经济不那么发达，人们只有是一年一度这个年了节了当中才能吃到肉，所以呢，把这单独拿出来，格外重视还啊。另外还有一种说法呢，说是二十六啃骨头。因为春节前你看杀猪嘛，会有很多的猪骨头是吧，这个大骨头啊在这个年宴上有点不太上档次，你知道都吃肉了哪有啃骨头的，完了还占地方，哎，就在二十六这一天把这些骨头，这属于边角料啊，哎，一锅煮出来啃骨头吃。说了半天吃肉了，伙伴们过年最期待的肉菜是啥呀？今年这个虎年，我看餐桌上这个饭菜也有变化啊，跟虎挨边儿。你比方说虎皮肘子受到追捧，那这肘子的外皮啊经过油炸出来的这种花纹，哎，就跟老虎的皮感觉差不多少，嗯，然后虎皮肘子就成名了，肘子还是那个肘子，加上虎皮俩字儿，瞬间感觉有气势了，哈哈。再比方说宫爆虎掌，这个中烹协的秘书长啊冯恩元具体的给咱们讲了一下子这个虎菜名字的由来。他说中国菜啊命名基本上的基础准则是斟酌主料还有烹饪工艺跟味道外形等等这些个因素。刚说的宫爆虎掌，这个宫爆就是一种烹饪工艺，用这个猪蹄儿啊，猪蹄儿这个也是掌心这个位置啊，哎，非常软嫩的这一块肉作为原料，哎，因为它这个形状呢酷似虎掌，烹饪之后做出来，出来是褐黄色，并且深浅像相间的这种花纹，哎，就跟斑斓猛虎这个哎虎皮这个颜色差不多。所以说叫宫爆虎掌。还有呢咱们总吃的虎皮尖椒是吧，道理都差不多啊，嗯。今年这个虎年呢，除了这些个传统的有虎字的菜受欢迎，还有不少饭店推出了带虎字的菜。就是一看菜名都不知道是什么菜。有叫瑞虎送福的，有叫金虎贺岁的，还有叫吉虎迎春的。虽然菜还是那个菜，但一换了名呢，不少的伙伴就愿意点了啊，尝个新鲜呗。毕竟过年吃饭，味道是一方面，好的寓意也很重要，是吧？虽然说这可能是商家的一种营销手段吧，但是在咱们中华饮食文明当中，本身就很喜欢这种寄意啊，寄予一些个寓意。在虎年，商家把这个虎元素参加到这个菜肴的名称里边，哎，然后呢通过润饰菜名表白祝福这种祝愿，制作喜庆气氛，我看这挺好。之前都感觉老虎这个比较凶猛，一进到菜里你看这些菜的名气啊，这个菜名的气势也都出来了，哎，这感觉挺足的。大伙儿觉得呢，今年你家这个年夜饭餐桌上能不能跟把时髦，也整个带虎字的菜啊？微信平台来说一说，你打算怎么创意一下子啊？哎呀，今天腊月二十六，明天腊月二十七，眼瞅着这年可就到了啊！有多少伙伴已经买好了回家的票，就等着回家了？哎呀，盼呐，想啊，这一年到头啊，奔着的就是这个家，就是个团圆，是吧？今年回家看见爹妈，你最想说的第一句话是啥？
父亲开门的一瞬，发现是一年多没见的儿子，先是倒退几步拉开架势，然后淘气地捶了儿子一拳，之后儿子张开双手紧紧抱住爸爸，当爸的高兴地双脚离地蹦了起来，父子俩相拥倒地打起滚来。25号那天，山东德州的王伙伴盼回了在外地工作的儿子，虽然一早就知道儿子要回家过年，可当儿子提前出现在眼前的一瞬，当爸的还是难掩内心的激动。儿子小王在哈尔滨工作，坐火车回家得20来个小时，当爸的一点儿都没想到儿子比预计的早到家。王伙伴说，他们爷儿俩平时就像朋友哥们儿，没有啥代沟，现在儿子在外地工作，一年到头见不上几面，确实非常想念，这才有了相拥打滚的真情流露。网友评论，开心和幸福溢出了屏幕，更想家了。稍等，马上过来了。别动，监制组俩人过去了，俩人就过去，监制组。24号那天，辽宁辽阳的一处河道出现了这危险一幕，女伙伴被困在河道中间的冰窟里，距岸边少说也有25米啊。她上身趴在冰面上，下身浸泡在冰水里，周围全都是浮冰。当天辽阳气温-15度，要是再不把人救上来，危险随时发生啊。可由于女伙伴周围的冰面很薄，加上已经湿透的羽绒服增加了重量，给救援带来很多困难。经过几番尝试后，消防员决定利用系好漂浮绳的橡胶船，携带救生圈，几次努力后终于把人救上岸。消防员合力抬着冲锋舟直奔长江岸边，并在江面上仔细寻找落水女孩。前两天四川泸州消防接到报警，说有个14岁的女孩掉入江水里，等他们赶到后，女孩已经顺流漂出老远。经过寻找确认女孩位置后，消防员把人安全救了上来，女孩能顺利脱离险境，她的自救方式立了大功。原来女孩在掉入江水的瞬间，把之前脱下的羽绒服紧紧抱在胸前，充当救生圈，之后女孩没有费力挣扎，也没有大声呼救，就一直这么抱着羽绒服仰面飘在江面上，为自己保留足够的体力等待救援。遇事不慌，方法很棒，自救能力更是强啊。接下来沈阳的伙伴们注意了啊，沈阳的太原南街交通管控于今天结束并恢复通车，途经该路段的149路、202路公交线路于今天开始返回原线路运行，望广大乘客周知。新年好呀，新年好呀，新年好呀，新年好，没有愁，帕蔗糖喝简醇，简醇零蔗糖酸奶全国销量领先。君乐保乳液，四季轮转，期盼，一如既往的执着。万象更新。2022都市频道，都市频道，都市频道，携手保利辽宁，倾情打造2022年都市频道新春台历。榜样的号召力，满满的正能量，生活向上，美好同行，都市频道和你在一起。下面来关注疫情。昨天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本土确诊病例39例，其中浙江16例、黑龙江9例、北京8例、天津4例、贵州1例，在安顺市兵团1例，在建设兵团第4师，含2例由无症状感染者转为确诊病例，都在北京。
昨天，黑龙江省牡丹江市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新冠肺炎疫情发布会消息，经过流行病学调查，绥芬河、东宁、林口疫情27名核酸检测阳性人员之间均有流行病学关联。目前疫情呈现明显的工作场所聚集性和家庭聚集性。27人中，从事进口粮食装卸作业人员12人，从事进口粮食运输人员2人，家属6人，同楼道1人，其他6人。初步判定，绥芬河、东宁、林口阳性人员传播链条清晰，均在同一传播链条，但存在社区传播风险，流出风险人员推送排查工作正在进行中。昨晚，天津市疫情防控指挥部消息，根据天津市当前疫情形势和防控工作需要，按照国务院应对新冠肺炎疫情联防联控机制关于科学划分、精准防控等工作要求，经市防控指挥部研判，并经市防控领导小组同意，自2022年1月27号18点起，将天津市河北区望海楼街万福园7号楼调整为高风险地区，天津市其他地区风险等级不变。黑龙江东宁市疫情防控工作指挥部发布通告，从昨天起对全市公路、铁路进出城口实施严格交通管制措施，人员、车辆非必要不外出，公路客运车辆、公交车辆、通村车辆等公共交通设施暂停，出租车暂时停运，绥阳铁路进站通道关闭，铁路客运只进不出。昨天，北京市公安局副局长、新闻发言人潘旭红介绍，本轮疫情发生以来，为有效控制疫情传播，北京市相关重点区域先后开展多轮核酸检测和风险人员排查，并对风险人员分类采取集中隔离、居家隔离等管控措施，从中发现了多名阳性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这一过程中，大多数北京市民能够理解配合，自觉遵守隔离规定，但仍有个别人员心存侥幸，居家隔离期间私自外出活动，造成疫情传播风险。对此类妨害疫情防控的违法行为，北京警方坚决依法查处。今年春运以来呢，中国铁路沈阳局集团公司已经发送旅客216.8万，这眼瞅着就是春节了，客流呈现了小幅度的增长。随着冬奥会开幕的临近，多条线路增加了冬奥元素，让旅客在出行当中也能感受到浓浓的冬奥气氛。为了营造全民参与冰雪的氛围，北京朝阳开往长春西的高953次高铁列车上，乘务员为旅客准备了冬奥知识趣味问答。四季，这个是冬天。在冬奥会、冬残奥会期间，开往北京的高铁列车上呢，我们将不定期地举行小节目、小问答、小视频等形式，开展丰富多彩的冬奥主题的活动，很惊喜，感受到浓浓的奥运气息，然后也想说在这种冰天雪地的环境里面，能够在雪地里面撒个野什么的，运动一下。进入一月以来，沈阳铁路局管内客流小幅增加，春节前客流预计日均在40万左右。根据旅客出行需求，铁路部门计划在齐齐哈尔、呼和浩特、大连、长春等线路上增开临客100对。从客流结构看，总体与往年一致，补偿式探亲需求有所增加，仍将以务工流、学生流、旅游流和探亲流组成。伏虎贺岁，欢乐祥瑞，还有两天就是2022年这个除夕了。每年的除夕啊，和自己家热热闹闹准备的年夜饭一样，春晚也是必不可少的除夕大餐。那今年春晚有哪些个看头呢？昨天，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2年春节联欢晚会
举行了一场新闻发布会，专门介绍了本届春晚的多项创新和亮点。2022年春晚在总台构建 5G 加 4K 8K 加 AI 战略格局的创新实践中，积极应用多项前沿科技手段，让春晚成为总台媒体科技创新展示的大舞台。今年春晚将在总台 CCTV 8K 超高清频道直播，同时还将通过百城千屏点亮城市，以 8K 超高清频道加地标大屏的融合方式，构建全新的空间媒体传播矩阵。今年春晚将首次运用 LED 屏幕打造720度穹顶空间，使观众席与主舞台浑然一体，并首次采用分区域多点扩声方式设计扩声系统，精准调控各区域音响的音量和延时，为现场观众营造了良好的听音环境。此外，总台还将充分运用 XR AR 虚拟视觉技术、全息扫描技术和 8K 裸眼 3D 呈现技术等，突破时空限制，为观众带来栩栩如生的立体影像，打造虚实交互的神奇视觉效果。2022年春节联欢晚会坚持欢乐吉祥、喜气洋洋的主基调，秉持守正创新、初心出彩的创作原则，注重思想艺术技术有机结合、互为转换，力求用丰富的节目样态展现真实质朴的生活，在喜庆热烈的气氛中倾力突出团圆团聚团结的年味儿。整台晚会既有观众熟悉的语言类、歌舞类和曲艺、魔术、杂技等多类型节目，又有充满创新气息和高科技手段的融合创意类节目，营造出合家团圆、其乐融融的浓厚氛围，同时也向世界展示神州大地辞旧迎新、全球华人喜迎传统佳节的欢庆色彩。据悉，今年总台还将首次推出竖屏看春晚，为观众提供全新的视觉体验，实现2022春晚跨屏直播新样态。除夕当晚，2022年春节联欢晚会将在央视综合频道、综艺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奥林匹克频道、8K 超高清频道等电视频道，以及央广文艺之声、音乐之声、大湾区之声、南海之声、台海之声等广播频率同步直播，并在央视频、央视新闻新媒体、央视网、云听等新媒体平台同步播出。 CGTN英语、西班牙语、法语、阿拉伯语、俄语频道和44种语言对外新媒体平台，还将联动全球1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600多家媒体，对春晚进行直播和报道。总台将用一份精心烹制的年夜大餐，为亿万观众营造中国年的欢乐、喜庆、祥和。新春佳节，餐桌必备佳肴，中华老字号正宗勾帮子尹家烙锅鸡，百年古法独家专利工艺，用料更考究，工艺更繁琐，精选一年以上农家鸡，42味中草药，百年老汤，白糖熏烤，皮香肉嫩，丝丝入味，现杀现做，当日熏制，当天发货，每只800克左右，活动价仅需59.9元，顺丰包邮送到家。扫描二维码关注新闻正前方微信公众号，找到都市会尽享好实惠。早起时的一声问候，早上好。出门时的一句叮咛，不用了。行程中的一路陪伴，是你推开家门时熟悉的味道。哎呦，真香啊！是你合家围坐时感受的温暖。是你面对困难时真诚的相守。这块砖哪里需要就哪里搬。相识相知，我们心手相连；相爱相亲，我们心心相印。关注我在你身边最真实的呈现，倾听
我在你耳边最真情的告白。守护大屏，回家经常看看，手握小屏，贴身随时瞧瞧。好事连连，一路平安，心想事成，乘风破浪。快乐我们和你分享，烦恼我们与你共担。2022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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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都市频道，生活向上，美好同行。春节倒计时，这年味浓浓了哈。有的伙伴现在已经回到家了，好容易远离忙碌的工作，回到家都干点啥呀？不用你说，我已经看出来了。有人能在床上趴一天，翻过来掉过去就没离开过床，侧着看手机，平躺看手机，哈普子看手机，反正就是一个床一个手机，就跟粘身上了似的，离不开了。充其量呢，起来上两趟厕所啥的啊，恨不得吃饭都是一手拿筷子，一手拿手机给他扒了，是吧？我告诉你，你这是刚回家，爹妈瞅你还没稀罕够，没新鲜够呢。你能多懒一会儿，你就试一会儿，你现在就算是多得。你等再过几天，新鲜劲儿过去了，爹妈这脾气就压不住了。我告诉你，瞅你就得闹心，干什么玩意儿？你一天天的，你、哎、也不起床，也不吃饭，就守那个手机成天看。挺大小伙子，家里来人都不知道出来呀。完了，横挑鼻子竖挑眼的了，就得。咱们争取啊，不让自己落入内部田地呗，是吧？增强一下自制力，控制点自己，少玩玩手机，不行吗？你看我说完，有的伙伴就说了，那不玩手机我干啥呀？没啥可干的。那怎么叫没啥可干的呢？可干的多了。今天这不就有个话题上了热搜了吗？说没有手机的年代，过年的时候都干点啥呢？有这么仨小伙就试验了一把，哎，就要看看一个月里不玩手机省下来的时间都能干点啥。当然了，他仨平时啊都是上班的，下班之后正常来讲回到家没啥事儿，那指定就是躺床上玩手机，是吧？要不就是刷刷短视频，要不就是玩玩游戏。这回他仨约定了，下班回家不碰手机，利用原来玩手机的时间来学习一项技能。这技能呢，不见得有多厉害，但是起码得是自己以前不会的。一个月过去了，成绩怎么样？来汇报一下啊。他们学会了猴王耍棍，哎，对，就是你想的那个啊，孙悟空那样式的轮棍子，哼，还有膝盖颠足球，吹双层泡泡糖，徒手开啤酒瓶，双手掰苹果，跟门卫大爷比赛吹口哨，在家爬桌子。我说完，我看有伙伴忍不了了，哎呀，得，你可得了吧，你说这都啥玩意儿？什么玩意儿？吹泡泡糖、掰苹果都整上来了，这玩意儿学的有啥用啊？是，你要这么仔细一看呢，这些技能好像确实它也没啥用。那请问你这些时间要用来玩手机，它又有啥用呢？嗯，这管咋地，它叫一项技能啊，是不是啊？玩手机那就是纯纯的让时间白白的溜走，不是说非得让你跟着也学这些个没啥用的这个技能，是吧？就是告诉你们，除了玩手机呀，咱也有很多事能干，也能干点别的事儿，是吧？其实你说这马上过年了，一大家子聚在一起干啥呀？一人拿个手机搁那看呢，互相谁也不吱声，闷头也不唠嗑，一声没有，是不是有点尴尬呀？咱回忆回忆以前没有手机这个时候，过年咱都干点啥？那相当丰富多彩了吧，是吧？屋子虽然不大，但也能划分出来几个区域，大人他们就在家做饭，是吧？你像什么我舅妈呀、我姨呀什么的哈，这些个我婶儿啊，一块儿摘蘑菇啊、摘木耳啊，那是摘菜区。
还有更老一辈的和面擀皮包饺子区。哎，你像我爸他们呢，就是抽烟唠嗑打麻将娱乐区，打扑克是吧。小孩儿，我记得那时候过年家里边孩子一聚到一块堆儿是吧，这我算大的大点的了，带着这些弟弟妹妹啊一起出去玩滑冰啊玩雪呀、啊、就冬天这些东西呗啊，抽冰嘎啥的。咱们这帮孩子玩一圈回来了，看看桌子上有啥抓点就吃是吧。上外边玩累了，屋里边咔插上游戏机，平时不让玩啊，过年玩没人管了。小霸王骑了无穷，哎，开始啊，坦克大战什么超级玛丽的哈、啊。天黑了，出去放鞭放呲花啊，到点了吃饭看春晚啊。反正说来说去倒也没啥特别的事干，但确实没有手机的时候感觉过得也挺充实。那现在呢，你看有手机了，彼此之间好像连话都懒得说了。手机啊，它确实是把远方的亲戚朋友跟你的距离拉近了，但是好像也把身边人的距离啊整得越来越远了，你们觉得不？但咱也不能抹杀手机的好处啊。你看过去用座机的时候，刚兴有座机，那时候外地要有亲戚的话，过年能打上一个电话，那都得全家轮着一人唠两句就完事儿，信号不太好，电话费还贵的，是不是啊？等有了手机能短信拜年了，哎呀那家伙过年那几天都得发好几百条啊，还得编辑的一套一套的啊。放响的是鞭炮，走过的是岁月，留下的是故事，带来的是希望，盼望的是美好，送到的是祝福，祝您及家人春节平安。有时候谁给你发完了以后，你觉得这信息哎挺好，你可能还把转发给另外一个人，有时候落款名都忘改了，闹出不少笑话。你等再往后网络普及了，微信也来了，现在过年的手机啊那都叮咣响没完都是吧，一会儿视频的，一会儿语音的，一会儿抢红包的啊，一会儿拜年的。咋说呢，时代不同了，过年的形式也不一样了，但我还是真是挺怀念呐，以前那些个纯粹的那些年。伙伴们也可以说说啊，你印象里头没有手机的时候，过年的时候你们都干啥了，有啥娱乐活动都玩啥是吧。微信平台来唠一唠啊。说说天气了啊，今儿个阳光不错，天挺好，心情也不错，也感觉越来越有年味了是吧。春节串休明后两天周六周日得上班，具体的天气情况咋样，小北啊赶紧跟伙伴们详细说说吧。欢迎来到都市气象站，我是小北。距离春节呢是越来越近了，最近发现连天气都很迎合大家伙的心情啊，阳光充足还不冷。像现在的这个时段呢，咱们沈阳的室外温度是在-4°C的，而且其实今天室外基本上是没有什么特别明显的风啊，所以大家只要把自己穿得暖暖和和的，待在室外体感还是很不错的。那这几天呢，咱们省内都是有一个弱冷空气抵达的，大家也可以跟着我们的摄像机镜头来看一下。也是因为这一股弱冷空气的持续，让省内的空气质量呢也是得到了一个非常明显的改善的。尤其现在啊，这个天是越来越长了，所以会发现这个时段都能看得出来通透度是特别的高的。明天呢，咱们省内阳光是依旧在线的，天气条件是非常的好，适合年前的一切计划。那气温的上下波动呢也是非常的小的，比如说明天白天咱们全省的最高气温呢是在-5°C到-1°C之间，早间的时段呢其实是稍有转暖的，但是说实话也真的是暖和不到哪儿去的。比如说明天早间呢，省内也只有大连的最低气温是在-6°C，其他的城市呢还是只有-18°C到-10°C之间的。省内呢也将会继续的以北风为主，大连的风力是5级，其余城市3到4级左右的。这种天气呢会一直的维持到周日。那目前来看呢，在除夕当天咱们省内会迎来一场降雪，来增添一点节日的气氛啊。但是这场雪呢覆盖范围比较广，目前来看会覆盖到全省的。所以年前呢想洗个车的朋友们啊，咱们还是建议等这场雪结束之后再洗吧。而且近期呢天气变化是比较频繁的，大家要记得及时的关注天气情况。那目前室外的情况就是这些了，来看一下我们各地的城市预报吧。签约制面瘫静文三岔棚0243151588。没选项，没选项，没选项。
沈阳晴零下十七到零下四度，大连晴零下六到零下一度，鞍山晴零下十二到零下三度，抚顺晴零下十五到零下五度，本溪晴零下十六到零下四度，丹东晴零下十到零度，锦州晴零下十一到零度，营口晴零下十二到零下三度，阜新晴零下十五到零下三度，辽阳晴零下十五到零下三度，铁岭晴零下十八到零下五度，朝阳晴零下十七到一度，盘锦晴零下十二到零下二度，葫芦岛晴零下十四到一度。咳不停，痰不断，喘不顺，快找燕都医院276-7676。匠心美味醇香牛肉，浩源牛肉真棒！浩源牛肉来啦！匠心美味醇香牛肉，浩源牛肉真棒！浩源牛肉来啦！沈阳北部甲状腺医院024-2516-1616。然后我们就建了一个群，建了一个群，现在目前群里边是有100多个人。然后呢，我们就是自发呢，然后就是统计了一下。然后现在有64个人，现在是登记在册的，是大概统计了一下，总共金额有200多万。顾客集体要维权，公司员工离职失联，一波三折不简单，谁来负责，谁出面？某腿酸痛，精神不振，夜尿频多，是不是肾透支了？汇仁肾宝片有营养或人参等中药，温阳补肾。肾透支了，试试肾宝片。他好，我也好。新年好呀！新年好呀！健身祝你新年好，没有蔗糖，没有负担，健康健康。怕蔗糖喝简纯，简纯零蔗糖酸奶全国销量领先。君乐保乳液，腰腿酸痛，精神不振，夜尿频多，是不是肾透支了？汇仁肾宝片有营养或人参等中药，温阳补肾。肾透支了，试试肾宝片。他好，我也好。奋斗百年路，启航新征程，让我们信心百倍的干好工作。祝大家在新的一年里，每一份坚持都有一份收获，每一份热爱都全力以赴。让我们在新的一年里一起加油，虎年虎虎生威。在新的一年里，祝大家阖家欢乐，万事如意，生活向上，美好同行。我祝愿父老乡亲们在新的一年里吃嘛嘛香，身体健康，家庭幸福，万事如意。在新的一年里，在这里祝愿大家虎年大吉，虎气冲天。值此新春佳节来临之际，祝愿全省人民新春快乐，祝朋友们虎年大吉，虎虎生威。我祝大家新春快乐，拥有美好生活。祝大家虎年大吉，健康长寿，都市频道和我们永远在一起。今天这个周五，呵呵，感觉伙伴们没有往常乐呵呢，那能不能不表现得这么明显？不就是明后两天上班吗？用两天的上班换来七天的休息，多值啊，呵呵，乐呵的啊。七天呐，想吃啥想玩啥想干啥，那时间都够用啊。小允子说了，也不一定，这七天要是不回家，我可以放肆地打游戏，这过年回家就不一定被安排到什么曲目了。你看游戏那玩意儿啥时候不能玩啊？一大年的了，回趟家还不得好好陪陪家里人？更何况啊，打游戏这个玩意儿可以是酣畅淋漓，也可能是情况紧急呀。怎么说这话呢？浙江宁波有个27岁的老弟小戴，最近是突发心梗，吓人不？27岁心梗，心梗那是跟游戏有啥关系？我感觉啊，他对游戏的爱呀，谁看着都得无奈。
游戏是他唯一的爱好，甚至说可以牺牲睡觉。就为了打游戏，这小戴经常熬夜，那和队友们连吵着带喊的，那边打呀，快打，快辅助我，快！啊，游戏这个东西，反正说实话，我对这个东西兴趣不大。有几个游戏可能玩过一把两把的哈，也就是打发点时间，哎，放松放松心情。在我看来，可能这玩意儿就是个游戏，但对于小戴来说，那就是生活的一部分，必须得天天玩，而且得玩到尽兴，熬夜通宵那都常事儿。打游戏，你别看往那一坐啊，正经也挺消耗体力。到后半夜，这小戴啊，还经常点点外卖，撸个串啊，吃碗麻辣烫啊，实在要嫌麻烦，还能吃点泡面、香肠。当然了，饮料也是必备呀，吃完了还得抽根烟，精神一下子。我咋看见有男伙伴表情有点羡慕呢？日子好像挺潇洒哈，可别羡慕了。长时间的这么吃喝玩乐，小戴1.65米的身高，体重达到160多斤不说，一周以前呢，小戴就跟往常一样，跟队友持续搁那激战到凌晨3点之后，突然间感到左胸口又痛又闷，到医院一看，急性心梗。这得亏到医院及时啊，要不然的话，你说这大过年的啊，哎呀，咱就别往下唠了。心梗的威力，伙伴们应该都有所耳闻，是吧？你说至于一个27岁的小戴，他怎么这么点岁数能得上这病呢？大夫说了，说这个中青年心梗患者大多都是存在在几个啊，一个是肥胖，然后吸烟，大量饮酒，糖尿病，高脂血症，还有高尿酸血症等等这些个危险因素。而且呢，普遍都不爱运动，工作压力也大啊，再就是熬夜，饮食不健康，都存在这些问题。事实上来说，这几年呢，心梗患者已经普遍呢越来越年轻化了。大夫说了，说我们曾经接诊过最年轻的患者，刚刚21岁的小伙，他就因为跟别人吵完架以后突发心梗。那这个吵架呢，只能说是个导火索，那本身他自己也有问题，最主要的就是他不健康的生活习惯。医生也给咱们总结了，比方说吧，爱抽烟啊，抽完烟以后，这个动脉血液当中的一氧化碳含量升高，这个一氧化碳呢，它会竞争性的跟你的血红蛋白结合，哎，然后减少你这个氧气和血红蛋白结合的机会。那这个血红蛋白啊，它是运输氧的，运输氧要少了，那你这个心肌的各个组织器官就开始缺氧了，所以就会导致呢动脉内皮细胞受损，这是专业术语了啊。然后就会什么一些冠状动脉粥样硬化的斑块就会出来了，这快了啊，这一脱落不就梗住了吗，是吧？另外呢，烟草里边这个尼古丁大家也都知道影响心血管健康，哎，会让你的血压呀、心率啊升高，引发冠状动脉痉挛，然后就给这个心梗的发生创造条件了。哎，这个临床试验说了，说长期的吸烟酗酒的人发生心梗的概率明显要高于不吸烟不喝酒的人。第二一个呢，就是长期熬夜，这也要命。晚上睡觉的时候啊，这个心的运动会减慢啊，心脏也会让它有一个休息的状态，是吧？休息，心脏也得休息啊。那你说你该睡觉的时候如果要不睡，就会导致让你这个心脏啊，它老不休息，负担就过重呗，时间一长了心脏就会出问题。长期熬夜就会导致机体新陈代谢减慢，体内就会堆积大量的垃圾毒素排不出去，然后就增加这个血管堵塞的概率了，增加心梗出现的这个风险，堵了那不就是心梗吗，是吧？第三个，饮食不健康还不爱运动，导致叫血脂血压偏高啊，
这个咱们体检的时候大伙儿都注意一下这指标啊。长期的高血压呢容易出现动脉粥样硬化，这咱总听这词儿啊，然后就会让你心脏血管就越来越窄越来越窄越来越窄，哎，血管呢你老窄的话有点东西不就堵住吗？然后心脏出现这个缺氧和缺血的症状，诱发心梗啊。那血脂高什么毛病？尤其是这个低密度的脂蛋白胆固醇，这指标这要高，就会沉积在你的血管的内壁，就是血管里边啊，它就会慢慢形成一个粥样硬化斑块，会加速你血管的堵塞啊。说了半天就这么个情况，原因医生说的挺明白，那咱就得重视。你看，你别觉得年轻就是资本了，再年轻你这身体不保养也不行，特别是这不马上放假了吗，咱也别太放肆是吧，眼瞅过年了，吃吃喝喝玩玩乐乐这都行，但咱自己心里头也得有点数，有点节制。你像大鱼大肉啥的点到就行，晚上到点儿赶紧去睡觉，健康才是第一位的啊，各位。大街小巷现在节日气氛越来越浓了，过年吃鸡寓意着吉祥，都是会让大伙儿足不出户就能享受到百年熏宗正宗的锦州沟帮的尹家熏鸡，而且是独家专利研制的烙锅鸡，顺丰包邮到家，还给大伙儿配了精美的手拎礼袋，过年期间拜访亲朋好友拎上一两只，这是个不错的选择。会呢给咱们大伙儿节日餐桌呀添吉祥，在年前为大伙儿带来市面难得一见的沟帮子独家烙锅鸡，因为制作时间更长，用料更多，鸡肉呢由于长时间的炖煮啊，汤汁渗入，皮香肉嫩，所以呢味道更香啊，深受大伙儿的喜爱。尤其马上过节了，都市会给大伙儿抢到了先熏现做的名额，保证咱们每一只烙锅鸡啊都是现杀现做，当日熏制，当日发货，顺丰包邮送到家，保证大伙儿吃到的就是一个鲜。现在正在制作的呢就是烙锅鸡，采用了一年半以上的这个散养的鸡，然后我们这个为什么叫烙锅鸡呢，煮制的时间呢就照正常的那个熏鸡要多一个小时。多少味香辛料？有40多种，照正常的鸡要多了一倍多。费工吗？我们平时也不出，对，然后所以我们是过年过节的时候，然后也是说应着你们都市会这个要求，然后特意的就是选了这一批鸡，然后给你们做了一批。正常人应该是挂着熏，对，我看别人都是挂着的呀。对，然后我们这因为烂了挂不住，所以说必须得拖着啊，就太烂乎太嫩了是吧。对对对，然后必须得拖着去熏，保证它这个一个熏鸡的完整度。咱们即将要熏制的这个烙锅鸡，然后对，然后对，然后它现在进炉了，我们这个炉温在500度左右。你这糖感觉比之前那个糖放的要多呀。对，那么我们要入味儿，然后所以说照正常的也要多放一倍糖。哦，那熏起来这个烟全是糖，全是糖烟，绵白糖那个烟。咱们10分钟以后出炉啊。鸡胸脯啊，这个不太容易入味儿，我就吃一下这鸡胸脯。可以啊，没问题啊。哇，好吃吧？这个是咱们尹家沟帮子的专利。太鲜了。对，过年的时候。咱们吃这个鸡是大吉大利，一定要吃上第一口这个沟帮的这个熏鸡。这烟熏味道和这个鲜美的味道都比这普通的熏鸡要差很多，特别好吃，确实不一样。对，然后平时的顾客也是，人们也特别特别喜欢。我们老买，那锅鸡它这个味儿跟普通那个熏鸡有啥区别？我感觉它那个鸡胸脯那都入味儿了，特别好吃。我们是慕名而来，买了五六只。咱们是从哪儿过来的？秦皇岛。秦皇岛啊，特意到这边啊。对对，特意来的。鸡园都是有数的，买不踩不着，这都是小笨鸡儿，都过年过节都讲涨价，我们少78，我买定价78。节日餐桌添吉祥，都社会带给大伙儿百年熏宗正宗的沟帮子尹家鲜熏鸡，惠民秒杀价，800克左右一只的烙锅鸡哈，仅需59.9元。烙锅鸡啊，之所以更美味，那跟投入的时间和精力呢是成正比的。为了再现当年味道更浓郁的感�觉，厂家可谓是费尽心思，添加了42味中草药材，这个秘方可是只有传承人才知道的绝密，保证软烂鲜香，味儿能透骨，让您嗦了骨头的时候呢都有香气，还给您顺丰包邮送到家。咨询电话400-900-2125。
都市会带给大伙儿的沟帮子烙锅鸡熏香四溢啊，让咱们节日餐桌更有年味儿。大伙儿一整只熏鸡到手的时候啊，一定拿手撕熏鸡，撕好之后可以直接享用。哎，因为这鲜熏的保质期是5天，到手大伙儿尽快吃完啊。辞旧迎新的餐桌上来一只大吉大利的沟帮子烙锅鸡，味道鲜香，寓意美好。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新闻正前方微信公众号，在底层找到都市会，点进去就可以抢购了。大伙儿一定认准一进来的这个界面，上边有都市频道主持人的照片，这个才是咱们辽台都市频道的都市会。大伙儿买到手的产品外包装和都市会商城图片上展示的都是一样的。咨询电话400-900-2125。新春佳节，餐桌必备佳肴，中华老字号正宗沟帮子尹家烙锅鸡，百年古法，独家专利工艺，用料更考究，工艺更繁琐，精选一年以上农家鸡，42味中草药，百年老汤，白糖熏烤，皮香肉嫩，丝丝入味，现杀现做，当日熏制，当天发货，每只800克左右，活动价仅需59.9元，顺丰包邮送到家。扫描二维码，关注新闻正前方微信公众号，找到都市会，尽享好实惠。大厨好面，劲爽一倍半，够劲道！大面饼120克，120克，两碗抵三碗。大分量认准劲爽一倍半，大分量新标杆，好面带劲才够爽。腰腿酸痛。精神不振，渗透支了，试试肾宝片。大厨好面，劲爽一倍半，够劲道！大面饼120克，120克，两碗抵三碗。大分量认准劲爽一倍半，大分量新标杆，好面带劲才够爽。每个人的创造柜都是自己的秘密基地，放着生活，放着爱情，也有人把它放进了创投柜。及时温补很重要哦。汇仁肾宝片，22味中药，42天慢熬而成，把肾透支的补起来，魅力不减分，精力更加分。肾透支了，用汇仁肾宝。他好，我也好。汇仁。2022都市频道，都市频道，都市频道，携手保利辽宁，倾情打造2022年都市频道新春台历。榜样的号召力，满满的正能量，生活向上，美好同行，都市频道和你在一起。马上要过年了，伙伴们都给家里头置办年货吗？啊，说到这年货肯定少不了哈。但这个沃克净水器给大伙推荐一下子啊。这个沃克净水器给大伙说过了，它是双水龙头出水，然后一边淘米洗菜做饭用的水，一边是可以达到瓶装标准的饮用水啊，不用烧开直接喝，洗菜喝水两不误，就是方便。沃克净水器有智能显示屏，滤芯使用寿命提醒，实时的检测水质情况，4级精滤一体水路，远离漏水的隐患，降噪设计用起来更放心。年前这波福利伙伴们别错过，节目时间内下单就能享受正前方的粉丝福利价格，总价2588，可以分期给，一个月199，13个月付清就行了，免费试用15天。用好了就留，用不好拆走，一分钱不收。现在定机就送价值198块钱的前置过滤器一个，一次性付款，厂家还加送蚕丝被一床。电话记好了，400-024-3588，400-024-3588。下边是这个伏虎迎春赛特有礼互动时间，看看微信平台吧。咱们开头说呀，说这个。今年带虎字的菜呀比较火
啊，我说问问大伙儿有没有什么这个自己自创的哈，家里边带虎字跟虎贴边的菜，真有创意的啊。说点啥？这伙伴说，蚕蛹，这咱叫茧蛹子哈。他说我给起名叫老虎尾，怎么样？这我能听明白你这意思啊。这茧蛹一道黄一道黄的，是不是？跟那老虎尾巴有点像哈。但是老虎尾巴你这也太短了，这个这赶上兔子尾巴了，这个你那茧蛹正常雇佣雇佣的，你这老虎长那么个尾巴能好看吗？你说前面挺凶，后边小尾巴哎呀，行了，这个反正也算是有创意啊。大伙儿还有啥想说的，微信平台欢迎继续来留言啊。接着说新闻，刚才咱们说了沈阳的李小娟伙伴买定制家具的闹心事，去年交了8万多，到今年呢啥都没看着。沈阳一统国际家居到底啥意思？感情不光是李小娟一家啊，还有不少的伙伴也在找这个一统国际家居。定了成品家具，然后全屋定制，还有窗帘，一共是花了96000多。我这个搁那定了5万多块钱的，现在就是有少量成品家具到了，但是多数的都没有兑现。从去年七月份在一统家订了一些全屋定制，还有一些那个家具家私，总价值在4万多，现在没有到货。定制的榻榻米还有壁布和窗帘，没收到货，一共花了29000。我是在12月3号在一统国际家居定制的全屋定制，金额是38200元，然后预定的是在12月20号的时候是给我们安装的，然后我在12号的时候就联系他们一统的家居的人，但是这个时候就已经全部联系不上了。他们说大部分人都没收到货，少部分人自己去家居公司仓库拉回了一些成品家具。后来我就微信联系了销售，然后他们是告诉我他们也被离职了，他们好像是据说是他们公司出现了点问题，然后他也了解到有的客户到皇姑区他们的工程部的仓库可以取家具，成品家具，然后让我也过去取一下，就是挽回一些损失。确实我也取到了，但是并不全。他说他拉回的是自己订的部分货品，只不过一直放在仓库里没给他送货，他自己搭了运费不说，剩下的货啥时候到现在也没个着落。发现这个事儿以后，我们就多次来一统，然后发现他那个门上有一个微信，我们就都加了这个微信。我以为是那个是他们那个一统的人的微信呢，结果加进去以后其实是都是受害者的。然后我们就建了一个群，现在目前群里边是有100多个人。然后呢我们就是自发呢，然后就是统计了一下，然后现在有64个人，现在是登记在册的，是大概统计了一下，总共金额有200多万。顾客们说，目前家居公司的状态肯定不能算正常，而且越来越让他们心里感觉不妙。今天我们来了以后，然后就先去上电梯，准备先去三楼去看一下里边什么情况嘛。然后但是我们现在发现那个电梯已经上不去了，然后我们又到4楼，不停是吗？已经不停了，就是干脆就已经不亮了，就已经摁不了了。然后我们合计从4楼到下到3楼，然后结果就是干脆就是进不去了。然后我们问他，消防通道也锁了。对，都锁了。然后我们问一个保洁说的，那他们也不知道，就是说他3楼他们也去不了。那这家家居公司到底是个什么情况？记者拨通了新浩大厦一位负责人的电话。他那条现在已经属于停了嘛，停的话我们就把那条给关了，因为不能老是上人天天整。他这个公司什么时候撤走的呀？哎呀，得有一周左右了吧。啊，一周之前撤走的是吗？对，他也不现在也没算正式撤吧，他就不来人了。他东西拉走了吗？东西应该是拉走一部分。你们房租什么时候到期呀？房租具体日期我不清楚，应该也是最近。啊，最近也快到期了，他没有续交房租是吗？那没有。啊，他是不想在这干了吗？我感觉应该是这么个气儿，因为他费用他也没交啊。这位大厦的负责人说，他知道的也就这么多，家居公司的法人目前他也联系不上。他们有一个叫一统的人会计，给我们发微信，给我打电话，他说在9号的时候，一统的总部的人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又以
疫情原因告我推到下周四了，迟迟到现在都没有人沟通。他说少部分顾客曾经接到过这位人会计的通知，可一月九号一过，家具公司再没有人主动跟他们联系过。希望他们一统的公司呢能给我们解答这个问题，就是年后能不能给我们送货，或是说得给我们退款。我们现在就是需要这两个问题，他给我们一个答复。我对这个一统家居这种做法非常气愤，我的诉求也是跟大家一样，都是大伙的血汗钱，要及时尽快的给我们一个答复，兑现我们那个合同。没有到货的钱款加在一起得有个几百万，一统国际家居涉及的问题可不小。目前消费者已经报警了啊，马上就到春节了，新的一年咋说都应该有点新的气象，好的开始。希望这个沈阳一统国际家居的负责人能够抓紧解决问题，该交货赶紧交货，该赔款赶紧赔款，总这么躲着指定不行啊，你可躲不过去。最后还是提醒大伙上抖音快手关注咱们新闻正前方，在这两个 APP 上搜索新闻正前方五个字就可以了，关注上认准蓝 V 标志。妥了，今天咱就唠到这儿，明天晚上4:50，楚军和大伙接着唠。